网红凤梨前年替朋友刺青师刁伯发声，披露刁伯11个月大的女儿疑似遭到保姆虐死。刁伯11个月大的女儿在保姆家自摔撞伤头，最后因为脑压过高，头盖骨盖不上，放弃急救死亡。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急救？去到病院的时候就开刀啊，就手术了。那整个整个后面头壳这啊，还有整个目睭啊，两粒目睭啊都出血了。老尾也是迄个，因为脑压伤悬，有无？脑压伤悬，迄规个头壳骨啊，看袂到伊啊，宣告不治啊，得迄落啊。保姆一家遭网友私刑正义折磨，桥头地检署两年的调查，查出女婴确实因自摔导致死亡，而其体内验出 K 他命残留。经1月14日裁剪生父刁伯头发送验后，也验出 K 他命反应，回推两个月内有施用情事，因而推定女婴应该是在家中吸入 K 他命毒烟，其副作用导致女婴跌倒丧命。全案侦查终结，保姆及丈夫不起诉处分，刁伯涉及过失致死、使未成年施用毒品等罪，则由检方另案侦办。网友灌爆凤梨脸书，保姆一家人被你害惨了，会对保姆道歉吗？你朋友吸 K 烟害死小孩，欸，你怎能赖给保姆？想不到高龄的阿嬷被你骗就算了，你朋友连几个月大的亲生孩子都不放过，果然是物以类聚，狗改不了吃屎。面对网友骂声连连，凤梨先是在本专发文致歉，而后又开直播向保姆致歉，但仍强调一切尚未定案，家属仍在申请再议。尽管如此，网友仍不领情，凤梨事业受到影响，近期似乎又接到求助讯息，但凤梨已经怕了，在限动写下不要再找我帮忙什么了，我已经没办法再帮什么，帮忙惹得自己一身心，真的很累了。面对凤梨遭受波及，刁伯也在一日发出的影片提及此事。刁伯表示牵扯进凤梨，害他事业没办法做，还直问网友凤梨到底做错什么事。我该抱歉的是翁奶，我翁奶对不起，那你这件事情你被扫到风波，被牵扯到很多事情，那你事业没办法做。其实翁奶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？过去几年间，哦，有着网红这个称号，哦，这个称呼的时候，我在直播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爆粗口、骂脏话、三字经，哦，或者是导致各位，哦，觉得不舒服，哦，尬拍音啊大谁，还是任何的事情，我为我以前我直播说的这些，哦，我道歉，哦，我先为我这件事情道歉，哦，对不起，哦，大家都会一直问我说，哎，凤梨阿嬷那个，你有跟人家道歉的吗？阿嬷怎么样？我不是没有去找，我有找。我找到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去讲。最近发生的事情，这个保姆案，我想跟各位讲的一件事情是，大家认为说去打人的就是凤梨你啊，你叫人家去打人啊，你叫人家去撒名纸啊，你叫人家去丢鸡蛋啊，哦，你叫人家怎么样去下跪啦，怎么样有的没的。我的朋友，他的小孩子送到保姆家，送到保姆家之后，结果就发生这样子的悲剧。人家委托我帮忙，能不能帮他们发声？站在我的角度，我一定会这么做。如果保姆是因为我当初我发了一篇文章，或者是我有提到说，哎，我朋友的小孩去撞到怎么样怎么样，如果我只是这样发声，跟当时的大家一样的发声，那我得去承受这些的话 ，OK， 我愿意跟保姆还有保姆的一家人道歉，对不起，我认为我很想回到正常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可能我可能没办法这样过，接下来的日子我就是只会好好做我自己的事情，那我也不会再去多管任何的事情，或者是发表一些其他的意见，刻意要诋毁我，或者是要把我抹黑到挂，那我告诉你们，哎，你成功了，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那接下来的我会以一般的人的身份，然后来捍卫我自己应该有的权益。我为我以前我直播说的这些，哦，我道歉。哦，我先为我这件事情道歉。哦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经过这几天的时间，我决定必须要跟大家把事情都讲清楚。
那有些事情也必须跟各位还原一下，也必须跟各位还原一下。哦，那事情整件事情的始末，我得从我的事情开始讲。哦，过去几年间，哦，有着网红这个称号，哦，这个称呼的时候，我在直播当中，哦，我在我自己的直播当中，包括疫情期间，哦，可能有很多的爆粗口、骂脏话、三字经，哦，或者是导致各位，哦，觉得不舒服，哦，尬拍音啊大谁，还是任何的事情，哦，我为我以前我直播说的这些，哦，我道歉，哦，我先为我这件事情道歉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哦，也就是因为我认为这样，或许社会观感不好，还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我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我完全完全没有接任何的代言，没有接节目，也没有接任何关于网红可以做的一些事情，哦，我也没有直播，我退到我的本位，我回来做我的生意，我回来做我的生意，哦，但是当我回来做我生意的时候，还是会有很多人要将我的一些事情放大，哦，放大来检视。那至于大家最 care 的，哦，就是在我18、19岁的时候吧的这个诈骗案，哦，诈骗案，哦，判决书基本上它是公开透明的，大家都可以去审视查阅。我的判决书上面，或许我不是主谋，但我确实就是其中一个共犯。那在当时，虽然我的家人也有跟这位阿嬷跟阿公有登门，亲自登门拜访，然后致歉，甚至包了红包，我也因为此案，哦，我入狱服刑。但是我认为，在网红的这个身份的时候，我确实是应该接受审视，而且社会也会认为说，哎，凤梨你去服刑完毕了，可是人家被害人的家属，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这件事情我并不是都没有在做，我有在做，我有在做。我从今年的3、4月，我真的委托非常多人，我在找这个阿嬷，我在找这个阿嬷的家人。那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提出来报告？是因为我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处理得非常圆满。我希望等我整个处理圆满之后，我去致歉了，我跟人家达成和解，我什么东西我都做完了，我再跟各位讲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，所以才会停滞了这几个月，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，大家都会一直问我说：“哎，凤梨阿嬷那个，你有跟人家道歉了吗？阿嬷怎么样？”我不是没有去找，我有找。我找到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去讲。再来，最近发生的事情，这个保姆案，我想跟各位讲的一件事情是，这个保姆案，现在我看下来，全部大家认为说，哦，去打人的就是凤梨你啊，你叫人家去打人啊，你叫人家去撒名纸啊，你叫人家去丢鸡蛋啊，哦，你叫人家怎么样去下跪啦，怎么样有的没的。如果各位愿意的话，我2年前的文章我没有删，我没有删，甚至影片媒体截取的影片，各位都还找得到，都还找得到。在我当下的出发点，我很简单，我的朋友他的小孩子送到保姆家，送到保姆家之后，结果就发生这样子的悲剧。人家委托我帮忙，能不能帮他们发声？站在我的角度，我一定会这么做的，我一定会这么做的。那为什么我2天前我要先道歉？因为我尊重这一次的司法判决。如果我当初的行为有影响到保姆一家的话，我愿意跟
把某一家人道歉，但是全案还没有定验，女童的家属人家也还在上诉当中，要申请再议。我认为很多东西希望大家是客观一点理性一点来面对，就是这些事情。我一直觉得啦，我一路走来，我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还是怎么样，我都认为，我都承认，我都接受，我其实我都 OK。但是对于这阵子开始一些莫须有，其实也不是我怎么样，然后变成全部的风向带到我这边来，好像都是我的错。我觉得我不太知道该怎么说。那至于保姆一家，如果保姆是因为我当初我发了一篇文章，或者是我有提到说，哎，我朋友的小孩去撞到怎么样怎么样，如果我只是这样发生，跟当时的大家一样的发生，那我得去承受这些的话 ，OK， 我愿意跟保姆还有保姆的一家人道歉，对不起。然后接下来，家属的事情，他们在意的事情还是什么东西？其实我也不方便再去插手，不方便再去参与。哦，或许这件事情一提两面，对于大家啦，社会上的大家都不太一样，每个人观感看法都不同。那我是希望各位还是可以保持理性，然后让司法能够好好的去调查，那把这件事情走到最后，那我们再来做一个最后的评断。然后最后我是想跟大家讲，在这段期间内，其实我认为我很想回到正常的生活，我很想回到正常的生活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要被讲到，反正没有的也要讲你有，那怎么样都我觉得或许这样的生活我可能没办法这样过。在这段期间我很感谢这些支持我的人，那也感谢这些就是在一旁叮咛我的人，然后或者是审视我的人，然后很感谢你们这段时间的陪伴。接下来的日子我就是只会好好做我自己的事情，那我也不会再去多管任何的事情，或者是发表一些其他的意见。然后大概就是这样。那针对我有做的事情我承认啦，那针对这一些恶意的社团还是粉专刻意要诋毁我，或者是要把我抹黑到挂，那我告诉你们，你成功了，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那接下来的我会以一般人的身份，然后来捍卫我自己应该有的权益。